組銀牌的四強賽事，李文就對住傑志啊。咁啊，週中嘅時間咧，李文就啱啱又應付一仗嘅亞冠二嘅比賽啦。咁啊，其實都幾擔心佢哋嘅體能方面嘅，因為始終就嗰場波都比較激烈啲。咁啊，估唔到咁啊，開賽只係十零分鐘嘅啫。咁啊，一次嘅失誤啊，咁啊，培佐瑜一個回傳唔夠力啊，咁啊，益曬呢一邊嘅安尼亞一個單刀。嗱呢下一級啊，呃過咗對方，咁啊點不知原來後邊仲有一個安尼亞喺度嘅。咁啊單刀嘅情況之下咧，雖然安尼亞射啊攞個遠處啊，但係都俾阿泰利封到，但係可惜啱啱得大比底佢射入啊，咁啊領先1-0。咁啊跟手亦都傑志有一個罰球嘅機會啦，斬去遠處。呢個波就鄧特斯頭槌一頂嘅時間咧，就啱啱頂到回防嘅李毅開個背脊出界嘅。不過咁啊，旁證亦都舉旗就話呢個波頂波之前咧都已經越咗位噶啦。咁落後緊嘅傑志咁啊，當然就要加強個功力啦。咁好似呢個波架球掟埋嚟嘅時間咧，都係幾好手力噶，解圍唔遠，落翻去啱啱12碼點附近，咪益曬潘佩軒啱啱企喺個位置啊，一個半車身，可惜一冚嘅時間啱啱全面出界。咁啊，去到上半場完場補時嘅階段啦，咁啊真係估都估唔到啊！咁啊，利亞倫右腳斬個波埋嚟咧，雖然啊見到有李文嘅球員線高咗個波。咁啊，跟手以為度度有機會解圍咧，點不知啊甩過埋佢添，啱啱就批到個波皮。咁啊，雖然就呢個波直向龍門，嘉豪都俾佢揈埋，一拍之下個波仲未益曬後上嘅迪比隆夫，射成1-1追和啊！咁啊喺個咁嘅情況之下打和讓完咗上半場，下半場開賽冇耐啊，就係呢一個靚罰球啊！咁啊估都估唔到啊，全世界都以為阿華頓會射個遠處嘅。只有佢自己知嘅啫，咁啊一趟落去近處，即係泰利都俾佢 fix 曬啊！呢個波直接係射入，相當之靚。落後到2-1嘅傑志啦，咁啊呢個雖然有少少嘅疑問啦，咁啊但係經過 VR 嘅複核啦，呢個波就似乎係有少少放大咗㗎嚇，祖連奴。雖然就立法靈也同佢有少少身體嘅碰撞，但係冇任何嘅多餘嘅動作，所以球證亦都冇判罰到12碼。好啦，爭啲有一個嘅入球嘅機會啊！咁啊，呢個波啊，見到利亞倫咧就喂個直線上去，咁韋頓突破咗對方個防線啊！咁啊，左腳一射嘅時間咧，散到嘉豪，咁啊，但係原來已經係越咗位在先啊，韋頓。好啦，跟手亦都見到呢邊嘅李文咧有一個罰球嘅機會啊，比較途程遠少少嘅，同頭先入波嗰個位置咧又有啲唔同。咁啊，今次亦都係叫做中籠噶嚇，亞維頓，但係可惜俾阿泰利單手扶出底線。咁啊，去到尾段嘅時間咧，依個波就見到大家有啲犯規嫌疑啊，益曬後冚埋嚟嘅祖連奴，咪一個燙射，可惜呢個波啊中未。呢、這個波真係，如果你話低少少，絕對有機會入嘅。但係似乎後段咧，就傑志班球員咧，似乎有啲體力不繼嘅情況嚇。咁啊，雖然落後緊，好想話係拼命係追和嘅，但係可惜啊，似乎即係啲球員咧，真係有啲跟唔上㗎啦，已經。咁啊，好似呢個波咧，王威出嚟咧，爭少少啊，羅莎衝埋去咧，都有啲機會，但係可惜啊，踩唔住個波。咁啊，亦都見到嚇呢一邊嘅費蘭道咧，一個頭槌嘅攻門壓住周子軒嚟頂啦，但係可惜發唔到力，咁啊，亦都係欠缺一啲嘅角度啊。咁啊，去到最後啦，都係啊，恭喜曬李文啦，咁啊，2-1贏咗呢場波，咁啊，晉身決賽啊！